夏掌柜，您该休息了，这天色已经不早了。这是千坟要办的几件事和要花的银子，交给何全，抓紧去办。大掌柜，您准备什么时候钱呢？等我的话。是。别人都有个点儿，就他吃猫食睡狗觉，白天黑夜的连轴转。特别是老掌柜的去世以后，他就跟上满弦似的，没个闲的时候。他是老掌柜拉扯他的吧？何全，何全，大掌柜的，有什么吩咐啊？刘德厚在，把后边八角那两间客房给何全收拾出来，把隔断打通，中间摆上屏风，里边睡觉，外衣室。是。那怎么行啊，大掌柜的，不用啊。哎，马上就要独挡一面了，你要学会安排事儿，指使人，别老跟碎催似的。整天就知道跑跑颠颠的。哎，明天就让伙计拆隔断。谢大掌柜。哟，客官，您来了。请问天河马店大掌柜可在这儿？在里边候着您呢。候我？嘿，不会不会，我是他们家的伙计，我们大掌柜的怎么会候我呢？您不是叫何全吗？是啊，是我。贵客有过吩咐，让您来了马上进去，请随我来。动筷子。啊，大掌柜，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，您这么待我，我受不住。坐下。坐下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一呢是为了迁坟，你请了和尚邀老道，找了棚匠定纸活，事儿办得漂亮。这第二，是你不能老把自己当成下人，你要体会体会什么叫掌柜。更重要的是第三，这居仙阁是昆明有名的饭庄，不过现在已经被咱们挤兑的带死不活的了，下一步呢就是看怎么把它给收过来。二位，这边你知道吗？这作为一个饭庄的掌柜，他首先就得是个美食家，趁着他还在，让你品尝品尝这里菜的味道。不但今天来，明天还来，不仅我带你来，你自己也要来。来，边喝边说。大掌柜，
今天没有大掌柜，你我是一起搭伙的弟兄，风雨同舟的兄弟。啊，大掌柜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你看我这后勤量都塌了。你喝不喝？你不喝我让伙计灌你啊。喝喝，我喝。来，哎，坐下坐下，吃菜。来，再来一杯。啊，好。我跟大少爷商量，那天虽然有不少外客，说不定更喜欢吃咱们的滇味儿，所以准备把喜宴设在昆明最有名的饭庄，已经定好了，一共100桌。聚仙阁。是的。要讲滇味儿，哪里也比不上天河居。你没看聚仙阁已经快被天河居逼垮了吗？这我知道。少爷说。他说什么？那边正遇上迁坟的大事，恐怕大姑老爷心里不痛快。他开的是店，我送去的是钱，又没想白吃他的。大姑老爷能收吗？哼，不收才怪。那把聚仙阁退掉？退掉。是。喝。大掌柜，大掌柜，咱回去喝行吗？我陪你喝啊，来，我扶你回去。去，咱回去喝啊。去，你不行。我跟他喝。老板要你走，他要跟我喝酒啊。喝酒啊。喝酒，就讲究酒逢知己千杯少。啊，对，说的对，喝得看看跟谁喝。你要我说这喝酒，学问可大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我比你明白啊。没错，这里边一共有七节。不，六节。七节。六姐，七姐，你慢用。七姐，那你说哪七姐？一姐心思，二姐忧，几个？两个。三姐恩怨，四姐愁。四个。五姐腰酸，六姐馋。这不还是六个吗？还给朝廷减困难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这喝酒关朝廷什么事儿啊？你不知道啊？知道酒是什么做的吧？粮食，粮食。就是这粮食酿的这黄药汤子。粮食酿的酒叫黄药汤子。这粮食酒价为什么这么贵，明白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税高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卖酒的，这里边的各种行情我比你清楚多了。哼。你是卖酒的？天骗我。哥们儿，咱们可是那个酒中密友啊，你逗我，你怎么可能是卖酒的呢？没骗你，我真是卖酒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是那边天河马店的大掌柜。大掌柜。那里边的酒你拿着，少得了吗？没边了。你瞧你越说越没边了。那掌柜我知道，敏掌柜，他哪有你这贵相。他是这个他不如你。你有贵相，他是个窝囊废。他们家祖坟都让人给刨了，你说他还哪有脸跟我在这儿喝酒，是不是？
哎，我的胃，我的胃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你胡沁什么？怎么了？大掌柜，您别喝了，我扶您回去啊，回去喝。大掌柜，我就在这儿喝。大掌柜，咱们回去喝吧啊！我就在这儿喝，咱回去。我就这样啊，我就这德行。大掌柜的，你没事吧？大掌柜的，大掌柜的，来，我扶您回去。大掌柜的，起来。吩咐货站送来的东西收到了，大号洋蜡100只，洋火20包，派人给马店送去。送给马店？嗯，喜宴之上要大放光彩吗？啊，这我都交代过了，天和居会准备的。哼，万一要是一阵风把蜡烛给吹灭了，那还等着他们拿出火镰和火石来查查那冒火星子。这是我们朱家在办喜事，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看看哪家先进，哪家窝火。啊，还有抽烟的人也要用，每桌都放上几盒洋火。啊，明白了。老爷，你说说，虽说没少陪客人喝酒，可那只是面子上应付应付，哪有像你这么傻喝的，里面喝完了外面喝，不认识的也喝。干娘，茶沏好了。是不是没见过酒啊？这要是喝出毛病来，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哎，没事儿，不就是几口酒吗？是几口酒的事儿吗？借酒消愁，愁更愁，心里有事儿怎么不说出来？是不是家里家外就没有值得你说的人了？借酒消愁？我愁？我愁什么呀？这名大的窟窿，斗大的风，也能冻死迎风站，饿死舔肚行。我姓闵的在窝呢，也没见过扶过谁。别人不知道你，我还不清楚啊。要说难，我最难了。那边是生身之父，这边是结发夫妻，真成了风箱里的耗子，两头受气了。我要是你呀，才不受这气呢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起码别没事找事儿，庸人自扰呗。生旧的骨头，长旧的肉，怎么着不是一辈子，凑合着活着得了。你真想让我那么活着？我是我吗？我可没那么狠啊。你这是诚心和我过不去。你看你这不说不笑不热闹，说两句你还当真了。小翠儿，去把你干娘扶屋里去，想着法的把你干娘给逗乐了。你要是逗乐了呀，干爹给你买身新衣裳。去去去去！大掌柜，大掌柜，啊，进来吧。回大掌柜，徐茂才来订大舅爷的喜宴了，要100桌，全都要正宗的滇味儿。日子定了吗？
定了，后天晌午50桌，晚上50桌。后天。不，晌午70桌，晚上70桌。嘿嘿，人家没要那么多呀。那20桌我用，告诉何娟，让他把一切都给我准备停当。后天我要动迁祖坟，我来个娶媳妇打幡，跟着凑热闹。送到那儿东西全都要活物，到了那天全都给我活蹦乱跳的过去。听见了没有？哦，是，大掌柜。说什么也没想到啊，大掌柜等的是这一手，红白喜事一勺烩。哎呀，这不是成心想气死老总办吗？哎，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损了点儿？什么事儿呢？弄得两家这么大的冤仇啊！哎呀，这哎，本来嘛，这一个新派一个老派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也不至于闹到这种地步。要我说啊，这里边一定有过节。哎，这次动闵家祖坟的那是法官人和朝廷定的，不能赖朱家吧？哎，在大舅爷办喜事的这节骨眼上，他来这么一手，我看有点过分。要我说，这是脚上的炮，朱家自己走的。哎，你想啊，先是借大小姐逃婚，逼死了咱老掌柜。然后呢，跟着来了个替婚，找一摊子嫁了过来，又把咱二少爷逼走了，至今落个尸骨不明。这些啊，都是朱家的不对，怨不得谁。哎，可这替婚是二少爷自己情愿的呀，这也不能赖朱家。什么呀，二少爷他愿意吗？那还不是因为那100两黄金力还不起，为了保住咱马店。哎，还有啊，更厉害的是，只今年给闵家留下一儿半女，老掌柜留下的两条根都没了传手，这可让闵家断子绝孙。说的也是，你说这两家子怎么了？总是这么针尖对麦芒的，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？走着瞧吧，不一定啊，又哪出呢？放心吧，不会是什么好戏。哎，瞧着就叫人揪心。何泉，哎，大掌柜的，刘德厚跟你交代了吗？哦，交代了，全都准备好了。这后厨的家伙事儿都是现成的，菜谱也是咱们天河居传了多少年的，那边也要不出圈去。告诉伙计们，今晚加把劲儿，全都备齐，明天早上就要把那70桌酒席全都给我摆上。您放心，保证误不了事儿。大掌柜，什么事儿？说呀。我是想说，您把这红白喜事搁一块儿，这成吗？怎么了？许他掘我的祖坟，就不许我以丧充喜？没那么便宜。刘德厚。哦，在啊，给那边的贺礼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全齐了，都是活物，在跨院养着呢。就是地方窄巴了点儿，一块吃一块拉的，身上脏了点儿。我说你不寻思寻思，越是好吃的东西越脏，这五谷还得上粪呢。啊，那是那是。哎，你看这个啊，哎，这什么呀？洋火啊，你看这洋玩意儿就是好使啊。下去吧下去吧啊。
哪来的？啊，是老总办让人送来的，在宴席上用。嫌咱们的火石火镰不好使。啊，大掌柜，我看呐，咱们干脆就事换了吧。这同行差不多都改用这洋火了。哎，是，都是从南洋货站买来的。那倒不是，别的地儿也有卖的。把他送来的都退回去，咱从别的地儿买。在我这儿，它不叫洋火，叫曲灯。曲灯？哎，大掌柜，千祖坟这么大的事儿，是不是等等大小姐回来？我是想等这次动迁祖坟的事儿完了之后，再让你出去找他回来。等他这次回来了，就再也不让他出去了，让他好好在家陪陪晚秋。一个女孩子家的，老在外面这么跑，也不是个事儿。再说，再这么下去，我这个做大哥的，也就没尽到家长之责，对我这个胞妹也显得太不近情义了。不过，他要是现在回来了，就他那火爆脾气，不定捅出什么娄子来。真是十个手指不一样齐呀！哎呀，我这个妹妹啊，怎么会是这样？贺礼都准备好了吗？大掌柜，都准备好了。那就给送去吧。朱家今天办喜事儿，这会儿还没事儿。大掌柜，我看您还是躲躲吧。今儿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，这真要闹起来，您日后就不好见人了。我怕过谁吗？那给告诉何娟，把过道门和后门都给我关上，找我就说我不在。是。慢。哦，是。在两道酒席中间把屏风给我架上。是了。找个伙计在外边给我盯着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通报。哎，好嘞。翠儿，准备跟你干爹去领丧。就咱爷俩？就两个已经不少了，往后啊就怕两个都绝了。还别说，穿上了像活菩萨似的，好看好看。大少奶奶要是活菩萨，老姑奶奶您呐就成王母娘娘了。哦，我要是王母娘娘，我就派托塔李天王驾着白云呐，把美娟的爹给接回来。哪有闺女成亲做爹的不来的，至于那么忙？姑妈，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，美娟听了该不高兴了。瞧我这记性，刚才我还记着，别提这茬儿，这一高兴啊就全唠叨出来了。
姑妈，不怕的，我才不在乎呢。从小没妈，父亲又很少管我，东跑西颠的都是我自己，早就习惯了。再说了，父亲奉的可是圣命，修中国的第一条铁路，忙得脱不开身呢。你看，我还白不好意思了呢。哎呀，这细想起来，还是心派好。你看，像美娟和万良，商商量量的就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定了。那像我呀，当初上了花轿，还不知道自己的男人长得什么样呢。等过了门，才知道他身子骨不好。嫁过去还不到两年呢，就守寡了。你爹呀，要是也能让晚秋自由自由就好了。大小姐，大少奶奶要不要先把衣服换下来？时候也差不多了，穿着别换了吧。嗯。哎，你给大少奶奶做碗过桥米线。一会儿乱哄哄的，他吃不好的。是。哎呀，我看还是我去做吧，我的手艺啊比刘妈好。姑妈，你就让刘妈去做，反正我吃着谁做的都香。那倒是，跟我吃西餐一样，什么都一个味儿。老姑奶奶，大小姐，大小姐不好了，楼下的过厅里都乱成一锅粥了。怎么回事？说是大姑老爷派人送了贺礼过来，又是猪又是羊还有山鸡，都是活物，把楼下过厅搞得鸡飞狗跳的。他这是送礼吗？那简直是添乱呢。像是年少男儿子干的事。快点！徐茂才，徐茂才，把米花汤给我叫来。老子要看看是谁，我饶不了他。对，好嘞。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爸，我倒觉得没什么不好的，我觉得大姐夫人挺幽默的，跟法国过愚人节似的，还挺好玩的。说得好，愚人。我上那边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对，愚人。还笑呢，这好笑吗？你们就逗我。斗来斗去，都得让下人们受罪。刘妈，我们走。哎，姑妈，姑妈，姑妈，怎么样？还不知道你姑妈的脾气。大奶奶，大掌柜呢？把他给我叫来。没在后宅吗？少装蒜，我哪儿都找了，没有。那就是到新祖坟的坟地上去了。废话，那边就要举行婚礼了，这边就要开堂招呼客人了，他上坟地去干嘛？大奶奶，您是不知道，大掌柜这两天呢，一直忙着迁坟安葬的事儿呢。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您不是也忙着吗？大掌柜兴许是怕您分心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真是吃谁像谁，这前殿后宅都没有说话的地方了。给我备车，都聋了吗？备车！听见了吧？赶快给大奶奶备车。是，备车，备车。
哎呦，这老姑奶奶，你看这，哎呦，姑妈，哎，姑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姑奶奶，求求您了，这么一来，这马店就要关门了。哼，倒了才好呢，什么老店衣服，老姑奶奶，简直是一肚子坏水。姑妈，您坐，还不上茶？哦，是，不用了。闵家的茶叶都带着一股子霉味儿，我没那副苦肠子。姑妈，您回去吧，您跟他置什么气呀？万一再把您气出个好歹来。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在这儿坐定了，我倒要看看他闵花堂能闹出什么个花花肠子来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站好了，快点，站好，站好。求您了，老姑奶奶，我和全店的同仁，求您给我们留下个吃饭的差事吧。求老姑奶奶了。姑妈，你就看这些下人的面上，饶他这一回吧。求您了，求您了，求您了。你们都长眼睛了，你看看你们这个大掌柜办的事儿，这叫送礼吗？这就是逼着哑巴说话呀。请老姑奶奶开恩。求老姑奶奶开恩。姑妈，求您了。爹，您该体谅大姐夫，这不是冲着您来的，是为了被掘的祖坟的发泄，是冲着法国人来的。我是法国人？不管怎么说，土方工程是我们承包的，如果不把祖坟迁走，掘他家祖坟的也是我们的。您应该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。哼，把位置动一动有什么了不起啊？还知道他动那么大的肝火。您不能总用自己的认识去要求别人，这是在中国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，能一下子改变吗？与其外逼内困，自逼自破，杞人忧笑人无，宁宁是照葫芦画瓢就能有所进步，非要打肿脸充胖子，我就是看不惯这些东西。您怎么就不想想，从马格尔尼使团第一次出使到最近的中法战争，洋人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中国这块土地，为此中国不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甚至还付出了众多的生命，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不在国人心里留下仇恨。光有仇恨就能解气了？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现状，才有了一批有识之士的师夷图变，这样一来，哼，还倒好，什么吃里扒外，为虎作伥，什么认贼作父，敢当洋奴汉奸，那才叫掘祖坟呢。我就是憋不下这口气，看看到底是谁对。这我都明白，可是是什么？我觉得您和姐夫家不光是为这事儿，为此您好像憋住的不只是这口气，如果发生在别人家，您好像就不会这么认真，也不会如此计较吧。没有的事，计较的不是我，你看着。哎哎，快点点，快点点啊！这个酒啊，就放在石桌上啊。你们手脚都麻了。那边椅子都给我弄好了，妹子，哎，快点快点，把那边给我看好了，听见没有？把这搬到那边去，赶紧的把这个屏风啊抬过来，这边这边。哎呀，小心点儿，快点。哎呀，我说你也小心点，那可贵了。
小心着点儿。哎，德厚啊！啊，德厚，哎，德厚啊！哎，还是没有人来请大掌柜过去吗？哎，看来啊，人家根本就没想打大掌柜这张牌。谁说不是呢？瞧，这敬酒不给，罚酒也不给，这滋味能好受吗？要这么继续闹下去，哎，再加上那位老姑奶奶这么一折腾，我看大掌柜啊，只有钻地缝的份儿。哎呀，就那位老姑奶奶，就够难对付的了。不行，不能让大掌柜的在这么多人面前栽面子。是啊，哎，可甭管怎么说，人家两家人毕竟是骨肉的亲戚，咱们做下人的，别光顾着向着灯，得罪了火。哎，日后人家两家人又好了，难堪的是咱们呢。哎呀，甭管那么多了，这个事儿啊，我做主了，你不管了。哎，哎，你们几个把这些全都给我撤到内堂去，派个人给我到前面去守着，凡是有奔丧的人，全部给我到后面去，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给我换红布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哎，换红布，全都换红布。何全，这闹丧的班子怎么办呢？那不能撤，哎，不过要把吹打的曲子都给换成喜庆的，热闹起来怎么说都行啊。那还有和尚呢？和尚那就只好看大掌柜的知识行事了。哎哎，你记住，宾客一到我就躲起来，大掌柜怎么找我你都说不知道。你放心，大掌柜那儿我替你取消。嗯，我先去了。哎，好嘞。好家伙，二位恭喜恭喜啊，恭喜恭喜恭喜。哎呀，老总办呐、啊！几位，恭喜，谢谢恭喜，我就以茶代酒了。恭喜呀、啊，吃橘子吧。啊！哎，老总办，恭喜！哎呀，二位这么忙，还来参加婚宴，谢谢！哎呀！恭喜爸！爸，好，谢谢您。嗯，不错，美娟，今天我既是你的公爹，也是你的爸爸。来，让我敬你一杯。第一，我要祝贺你成为朱家的女主人。第二，我希望你协助万良承接好滇越铁路土方工程，也同时把我们的南洋货站搞得红红火火。来，干杯！爸，您放心吧，我和万良会好好干的。嗯。谢谢诸位莅临喜宴，稍后我们还要到马店去就餐。来，咱们先干了这一杯啊！干！老总办，外面人山人海的，都等不及了，开戏吗？先把家伙敲起来，热闹热闹。走，三件行，三件行。您请。您这边请。没见，请。婚纱换了，要不然走在街上，人家还不知道是看你还是看戏呢。好的，姑妈。来来来，老姐姐，坐。郎才女貌，般配。
还真热闹啊。老总办，可以开戏了吗？开。是。等一等，爸爸，我想请今天的来宾呢，欣赏一下我们教会学校苗族小水井唱诗班的汇报演出。啊，好。有朋友从远方来拜礼，主人们伴奏相歌，一片欢心。学生小丑裤子裤头沾地，献上一片爱心，一片真情。啦啦。是美娟在教会学校收的学生，他们唱的是赞美诗。哦，这就叫赞美诗啊！我可是听不懂什么意思。透着喜庆呢。